就是你啊，还想跑，直接转烂啊，到底宋爽没啦？老盖伦打野，人在塔在，乞丐大剑轰，嘿嘿。哒哒哒哒，神奇盖伦来喽！哎，我等下，啊，算了，带这把带蓝重好了，要追上这些狗，带个蓝重比较有机会。出电的那种感觉，好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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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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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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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斯温怎么没来啊？拉一下就死的东西不来，不玩就赶快滚，好不好？他怎么了？阿卡丽怎么了？阿卡丽送头，蒂娜过去送闪现，还好啦，送闪现总比送头好啊。野怪克星老盖伦，嘿，整场转烂野怪，打多几下，我点 Q 的、啊，妈的，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呐、啊？哇靠，什么东西？怎么快就有人死了？一等就死的是谁啊？刷烂开局，哎，绝不管线上，哎，线上你要压，你家的事，老子要刷烂，触电。哎，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我下路变成神经病哎，两个疯子哎。怎么有人想 gank 啊，菲艾？哎，闪一下，大哥，你睡觉哦，妈的，看到还能死哎。再出去了，人家就还没走，他妈的！等我刷到四等，我跟他一等等差，直接他妈敲烂他！到底宋爽没啦？妈低能儿是不是啊？干嘛？你当我他妈棒槌哦？操！奇怪耶、欸，妈的是怎样？转烂！哦，升级变八圈了，刷野狂魔来了，玩野怪物盖伦。哎，靠背，怎么没看到？哎干！哎，完了，我没跳下去。什么鸡巴毛啦？到底干为什么那么多人呐、啊？两只一起转，怎么跑掉了 ？Enemy killing spree， 白痴甲，马甲，我们是分奴啊，我们不是来赢的，我们不需要管那个贾克斯现在心情怎么样，我们唯一的真谛就是把野区刷烂。还在吃预示者啊，肥爱！下半部野区被我刷烂喽！这怎么已经有个？这里怎么已经有一个追名真白已经零五啦、啊？老贾已经够废了，他妈的，这个人比老贾还会送。你妈的，开个反击风暴挡一下金人好不好啊？乞丐大剑轰！轰！圣光照顶，哈哈！还敢皮呀、啊？啊，逆命！这啥小啊？这逆命怎么也怪怪的？阻断他们的阵型！
么鸡巴啦？到底哎、欸，这是不是 ghost 啊？妈的，又一堆人过来哎、欸，而且很明显没眼哎、欸，就是他们到处找找不到，就只他妈知道我在这而已、欸。快下来吧，匿名。我不是开 W 吗？为什么 W 没出来啊？操你妈的嘞！回来耍白痴啊！啊，你再回来耍白痴啊！乞丐大剑轰！还想他妈丢我牌啊？去死一死吧你！活了还敢回来皮耶、欸？又怎么啦？为什么人又死光啦？妈的！哎、欸，吃巴龙了啦！什么小啊？我从对面开始吃巴龙了！我在上路单杀别人，然后你们他妈被砍。被他妈干爆，什么意思？重击比赛时间，妈的，跟我拼重击！操你妈凉，一边凉快去吧你！啊，你什么咖？跟我拼重击？太 carry 啦，老盖伦！哦，对，到底在干嘛？好奇怪哦！我单杀那个匿名，然后我队友他妈的被人家零妈的零换三零换四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一波会战不能没有我是不是啊？还是怎么样的？那有一个很鸡巴的眼啊！哎，你有八龙还怕他哦？干，你是不是贾克斯啊？哎。干领导娘嘞！怎么有人蹲在这啊？干这个飞爱真的怪怪的，我真不想这样说，可是飞爱真的怪怪的。小兵直接转烂，你吃野怪，我吃你的兵。啊、怎么了？贾克斯又被抓了？哎、欸，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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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妈又三个人去抓贾克斯，妈是低能儿是不是啊？这些人。干阿布就好会消啊！阿布就好会消，阿布就好会消。轰！哈！尾刀大剑750。啊！你又怎么了啦？又在那边当白痴了是不是？妈的，干你！你还没被砍过，还在那里，妈的叽叽巴巴的嘞 ！X， 叽叽哈，妈的又逆转了，哎，哎不行了，好像不行了，好像不行了，好像不行了，又狙不掉啊。来重击！哦，送头！喜憨儿，要靠我触电之神呢、欸，又把他们电到了。古龙魂。就是你啊，还想跑？直接转烂哈！直接转昏、欸，靠背哦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拉个血，我拉个血，怎么没有人？轰！姐姐，轰！还是讲个巴龙虐个菜好了，这把感觉。这个战机没办法拿 S 哎、欸，好了，看来队友也不想浪费时间了。二 V 八，哎，所有聊天被限制啊！我操，二 V 八好像我们的上路是，好像我们的上路不是他妈演员一样哎、欸。主播，你的盖伦四八四有红变阿跟鬼一样哎。我靠，我这样 A 减，那其他人要怎么办？今天 SAA 有多少？这样子哦、喔、，SAA
有五千啊，舒服。而且贾克斯不能打剑魔吧？前面应该都很难打，因为贾克斯这个角色前面注定就是比较废的。可是我记得没那么难打啊。对啊，你看就这样啊，就长这样啊，也没多难打啊。5.5 比 4.5 啊，然后后期贾克斯一定屌虐啊。线是推的啊，怎么了？还是冲塔、啊？欸，他们其实情报很到位，他有跟他讲这里有放眼，他直接绕了我红区，想到他屁股。我靠，你他妈的，你真的是可以再烂一点的贾克斯啊！没刀都中，你要怎么赢？还自己先往前跳，干超烂的、欸，妈的！好，被点掉。回推线你就在外面后面躲好就好，还自己跳上去，干是不是他妈低能儿啊？靠，天哪！啊，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就是看完就走，看个赞都不会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就看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UBG 拍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干国外人都干嘛点赞？都机器人呢、哦。